这好好的一个下午就给搅过了。嗯，小满呢？他们跟彤彤去窑里加班呢。我得去一趟。啊？没事，我等一下就回来啊。 活路就专注一点，认认真真的好不好？看摆的什么呀，大大小小间隔都不一样，重新摆过。看看姐姐的，啊，向姐姐学。小曼，你过来一下。啊，不是挺齐的吗？ 你说，哎，小曼，上次我跟你说的话，你还记得住吗？你是怎么想的？您是说关于科研的吗？哎，您的担心我理解，但是我觉得吧，就事论事的说的话。 那科研的改建方案您也看了，你也认可的呀。如果说他做的事情是有利于玉窑、有利于瓷业发展的话，那说不定他做的一些改变也有利于疾风呢。小曼，你要是想拜我为师。 小雪，哎呀，陈小满，你也有今天呀！你这几天在忙什么？都没有见到你。 是忙着和陈大师学词，嗯，三叔还没决定教我呢。是出了什么事吗？三叔可能有他担心的事情吧，你让我再想想。行吧，那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。嗯，好，先不说了，再见。 这些年啊，厂子里的效益是越来越好，特别是你们两个人回来之后，我呢是这么想的，那既然你们俩能把厂子管好，干脆我就把厂子交给你们俩来管。你家徐满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如果你真的收了小满为徒，他怕是要闹翻天了吧？我梦见在开股东大会的会上。 小满跟我拍桌子，赶我和彤彤走，而且很多股东都投了同一票。
姐，累了吗？喝口水。有事儿啊？姐啊，不瞒你说啊，我每天从这里回家吧，我累的呀，我都不敢洗澡，我就怕我晕倒在浴室里没人管我。说。哎呀，爸不是说今天电影要试样吗？让我值班，我想回去洗个澡，你能帮我看一小会儿？就一小会儿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今天不怕晕倒在浴室里面了？姐，喝口水，来来，喝口水，喝口水。赶紧去吧，晚上天气凉。行，姐，手穿厚一点。我把那个你看什么好吃的给你带回来啊。喂，咋了，尚总？童哥，出不出来啊？我们开了个包间。哇，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啊？我今晚值班。哟，童哥现在这么重要了，要帮陈大师看羊了。不是，今天电影是个样，你一会儿呢去找我姐去。那不就没事吗？行行行，那个一会儿见啊。在干嘛？在看羊呢。这么辛苦啊？不辛苦啊，在这儿虽然忙，但是能学到东西，我感觉挺好的。那你加油。怎么黑了？你没事吧，熊妈？干嘛？停电了。没有技巧，全是感情。对呀，跟哭似的唱的。来来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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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废话。来来来，辛苦了，最近真是辛苦了啊！真不是你说哥，天天的给我累的，我这匹狼都给我熬成狗了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烦死了！没事，你是个硬汉，怕什么呢？啊，委曲求全这一会儿啊，美好的日子在后头。嗯，行，就冲这句话，哥。等我以后要是混起来了，我少不了哥几位的肉吃。哎，喝一下。喝，反正以后这个位置都是你的啊，跟着你有肉吃。行。来，刚才那个高音没发挥好啊，再给哥几个重新来一遍，行吧？来，来，好吧。来，来。美丽的草。我在电话。喂。别妈妈啥去？窑里停电了，停电了怕什么的？不陈翔把那儿看着呢吗？不是，哎，不是今天不是不让我看的吗？现在这窑里停电，你窑子死全晚了。行，我不跟你们说了，都怪你们，非得让我来，不妥。还怪上我，真是。慢点，停下。好，小马，来来，我来，来，你小心，进里面吗？好。啊，
小美，哎，陈老师，累坏了吧？你还去找了这么大台电机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是停电了吗？我请魏师傅过来帮忙修好了。谢谢魏师傅。嗯，那姚啊，姚里没事，你放心啊。那就好。嗯，他是魏平的爸爸，电力局的。啊，魏师傅你好。爹。姚。这孩子。姚，你现在知道姚了。今天不是你值班吗？怎么你不在，你姐姐在？我不是三叔，本来彤彤一直都在的，刚刚就刚离开一小会儿。你去哪里了？我给洗了个澡，然后就可这么远都闻着一身酒气，洗澡用啤酒洗澡啊，真奢侈，无耻花痴。那你赶紧回去，喝了酒不许骑车。哦，我不行，快点走。不行。魏师傅，辛苦你跑一趟，谢谢。哎呀，陈师傅应该的，魏平啊，以后就交给您了。这孩子有什么不听话的，该打打，该揍揍。魏平很懂事，也很努力，你放心。哎，好好好，那我就先回了。好的，好的。谢谢魏师傅。谢谢啊。哎，柯先生，谢谢你啊，为了我们厂子这么点事情，还专门跑一趟。小美，替我送送柯先生啊。嗯，我到窑里看一下。嗯，老大，今天晚上谢谢你。下属有难，我这个做老大怎么可以不管呢？你说的不对。怎么？是前下属。你那发电机买的？刚租的。哦，那你赶紧还回去吧，师傅还在车上等着呢。用不着了。嗯，都来电了。嗯，那我走了。嗯，你可以啊。嗯，我三叔还在呢。拜拜，走了。师傅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走吧。师傅，开车小心啊。走了，进去吧。